我操！生日快乐，孤战队啊！他妈的，点杀对面的，我算一下啊，点杀对面的队长，诅咒之殇，连环击，小夜瑶，别着急，神木，你别着急啊！神木林的话，你给我来一个荆棘舞，荆棘舞啊！这把就赌的女儿村是吧？你怎么封都行，别封上我师徒。历史人的话，有可能点不死。多少感觉有点贪啊，但是也没办法了。面对超强服，你别老说他是租号啊！这队你没看是生日快乐的全团队的那什么吗？对面单攻地府，不如摄魂了啊，去550。诅咒之殇2600，一万三千三，2800，三千八，四千八，五千六，化生起止，六千六，六千七，七千七，八千五，还有一万三千三，现在去八千五，九千五，10200。七千，去七千啊！七千的话，他妈的两手单法，8200，9200，9800，9800的话，那就还有3400的血，没了。但是没让咱挂死亡，多少是亏的。别着急啊，这把我他妈的要拼命了！这把，左边的快啊，来这一把血雨，你给我砸他对面的物理，地府开无间地狱，压的你直接给我解地府，化生这把人，你给我诅咒之殇他对面的法器，诅咒法器，小叶给我摇你自己摇物理，师陀的宝宝摇法器，人唤居民，法器叫强在梦游，我开发表无间新地留狱言。啊。哦，他诅咒的是法器，我操，不是诅咒物理吗？你自己看一遍录像。我操，那我说错了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以为你要双杀，哥我哥。这把就是双杀，这把就是双杀，你没看明白吗？我看明白了，那你叫我诅咒个法器。好吧，那我口误了，这绝对是我口误。法系死了，这个物理死不掉啊！他女儿起来肯定精轻，师铎身上没金刚，没野兽被放下。这一把呀，野兽先甭打了，我看。哎。那这一把地府你出须弥，师铎你飞机，神木林出须弥，化生的话人直接化生直接水清一下咱师徒，他不是死心的，啊，他不是慈心的，我靠，哎是，那没不是慈心的，咱更得那注意这小死亡的问题了，你知道吧？我操，隐身！套路，但他不能封人了，不需要。是啊，他不能封人了呀。哦，他靠普陀拉，所以他不死心。那不死心的话，小死亡颠倒是不是把普陀压了，不就五回合起不来吗？这把对面核心是在普陀身上了。干。是啊，等一下地图有空的话打个野就可以打到他了。嗯，我知道，那得等有空。他隐身状态下可以喝酒吧？可以喝，就是不能用法术，其他都可以。也就是说，这回合他喝酒，下回合他用科技，对不对？可以。也就是说，这把咱要开了眼，咱就能把队长崩了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图纸好像用不了科技。可以用特技，
他只是引。来，你甭管怎么着，你直接开眼吧，你开眼，然后化生这把人直接先把，金刚给我架出来，你先去砸队长，我先去砸他的物理。我出虚弥了啊！出吧，虚弥点物理秒。无法使用暗器、物理法术、特技、法宝。那我请问他这隐身之后跟这能干什么？能用药。对，用药召唤保护。他是不是点错了？感觉是的。早知这把我点普陀了，大爷啊！那等于他自己被控制回合啊？不可能，我记得因为之前有这边是把这个给解过，你知道吧？我记得这边女儿村他隐身防这回合死亡，然后可以用特技，我记得是，就是一出手之后就解了，不能用，不能用特技，那他能干什么呀？能顶药，拉宝宝。那这他妈是什么操作？看不懂了啊！哦，再用就可以解了是吧？对对对，我记得他干啥就可以解了嘛。来，神木林，你打野兽去了啊！然后化生这把人直接舍左边神木，地府人直接扔无魂吧。我打碎甲去了，赶紧飞。他们这不输了吗？不，你别说输，这东西可别说输。现在说输有点早。我操，对面好像真是多号了啊！有点不太会玩，他他妈把花又给关了，就是开了花之后他又给关了，那这队真没准是租号了，兄弟啊！租号不可能租到一起吧？能，可能，生日快乐，全团队都租，他们这个一个号监会一场500到600，400到600吧，也就是说5个号2000多块钱，打一晚上监会。你看队长这身上隐身没有了，对吧？隐身没有了，来，死亡的这把直接挂普陀了啊！化生这把人直接上诅咒之上，双血雨砸青鸟提林，施罗直接出虚弥，这把就看他是吧怎么说了。如果普陀被小死亡点，他对面好像有慈航，这狗味道应该有慈航，他想吃这两个。对。他慈航的话是吧？反正应该也算能兜得住啊。2600，13000，化生人心第四层了。哇操，这把小子王可以说是决定输赢的一把小子王啊！如果他玩的是慈航，你说这玩意儿咱得亏他们哪儿去？亏老家去啊！慈航三起，我的天哪！没事，再挂一遍。对，再挂一遍，只能再挂一遍啊！现在哎，拉法器，没死，这把他走的是精青啊！他罗汉没有了吧？没有，元青四层，没有。哎，没事，咱地府有他化身快吗？没有。没有的话就让他活吧。来，这把直接化生出虚弥，神木出虚弥，施罗直接飞机，地府人直接再出一虚弥，都出虚弥吧，我也来虚弥，点他五号宝宝飞吧，也没准有慈航他没那啥啊。但是我觉得这队不会玩。我操，兄弟，菜玩套路。问题是你说他玩套路吧，他这套路我他妈看不懂啊。那几千万团队就让这么糟的。但是咱现在话也别说太早，毕竟是吧，这逼给咱也没写着赢呢。但是人家把一个地厅是吧，巴拉巴拉巴拉给他秒没了。这血属性的话是吧，吃地厅的概率很大呀。
人家的谛听是吧？须弥的谛听是多的是，只只都带须弥。在这打着打着，这玩意儿有慈航，你找谁说理去？来，光哥须弥给我控住普陀啊！感觉控不住啊，一千一得出爆才行。我靠，还没点着的秒。嗯，这把等于他还动不了。化生人直接蛇舞队长，小土王直接给我挂他对面的普陀啊！两个血雨崩他对面的普陀，须弥再点普陀秒，光哥人换孩子。光哥的须弥可以保护一下化身或者地府的须弥，然后换孩子。嗯，他这把女儿村是吧？如果有水清，他能水一下。他选择是人给人顶大。嗯，小子王来一首。小子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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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死王，你开花，我给你死亡，别卡五龙。安息吧，求第二手，砸队长，砸队长，砸队长！完了，砸了一个四十血人物。下一把咱师陀飞机是吧？也很炸呀，好卡呀！对面这个啊，真是租号的，真不会玩啊。蛇卵也残了啊！神木林的话，直接来一把烽火狼烟，化生这把人直接再出一个须弥，地府这把人直接给师罗开把眼，师罗打魔镜飞出去吧。嗯，烽火狼烟，然后这把我还能上什么特技呢？刚刚你应该你上烽火，我来个鼓。没事。嗯，这把施罗飞机应该是非常不错的啊，别的要求没有。四号蛇卵别沉，四号蛇卵别沉啊！好嘞，五号宝宝舔了一手无魂，但人家并没有拿五拉。他疯狂状态下回合解了。这把蝎鱼只能砸出一个啊，砸出一个的话就蛇女神木吧。蝎鱼砸队长，死亡挂队长。我水星女神木。什么？普陀下回合要起来了。我操，起来了下回合，那也那什么，那也挂死亡吧，起就让他起。操，这把给你憋一手星星。你放心，研一个灵宝是吧？不是咱的作风。对于咱们来讲，研一个根本没用，反而倒是是吧，把这灵宝给浪费了。咱真的不能大意啊，千万别大意。否则将会失荆州啊！这血雨就砸出了一手暗法甲，对面再出蛇卵，神一个，神一个，神一个，没神啊！没神，下回合的任务就是保一个师陀必出手。我这把呀，可能血雨都不要了。
法防太高啊！来，这把师陀你走一手变身，神木林的话你直接水一下师陀，化生的话人直接在我算一下数据啊，化生再出须弥地府，我操这边起不来呀、啊！对，想起来地府再出须弥，我再出须弥，神木水师陀，师陀孩子可以保护自己。大回还可以延他，不延不延。拖到十六回合以后再说。强风化生。我操！为什么这只须弥能炸这么多呀？不知道。你是我的。对，那是你的。这只是哪只啊？啊、哦，我是没高神那个，然后现在变成有高神了。这是传魔那只。对。哦，化生要被封杀啊！下把化生等于舍不了人。场上并无超限速。他蛇卵要够快，他能拉起来直接活血。来，这把直接就直接我算一下啊，小死亡，你给我挂他对面的化生四连环击化生，化生这边人直接你五龙自己开你自己，神木林你出一手须弥，不用诅咒吗？嗯，那神木林就得出超限速，你可以诅咒。神木林给话，我拉须弥了，那你自开甭诅咒了，要不你诅咒我开你、啊。我解的，我解的，我解的，那我解的，连环直接上，一万四出的宝宝，我操，没刮中小死亡，我靠，本百都是，啊，两千九是不是？冲我！牛别咬你，啥事没有；蛇别啃你。哦，开刀就四千多呢啊！死了，就怕他有词啊！给着点我怒啊！化成倒了，怒全够，对吧？对，够的。来控一手，控一手。法连法连法连，我操神了、嗯、那这一把的话神木林你直接我出一超限速，神木林的话你直接扔一个上一会员伞吧，花生没操作，我操他神了，地府啥操作呀，开眼吧，挂死亡，挂死亡的话点不了他，我真他妈担心他慈航啊，兄弟，你可别闹啊！要有慈的话，早就慈了。活血了。因为这时候挂出去没得点，都不能歇雨，就靠两只须弥，对面全都有宝宝，所以说这不可能的。就算他走出了慈航，他也是加血操作。他人身剩三百是吧，将会给他直接加到一个一千四。普陀也起来了。控一下普陀。我操。秒他妈化生秒两百在罗汉。慈航点就赶紧定吧。那女神木辞了，行，女神木直接辞啊，然后这把化生人直接出须弥，小死亡挂对面的化生四，我血雨砸化生了，师陀飞机去吧，孩子上魔镜，感觉他这把一定会把师陀给带走啊，女神木被笑，没辞出来，又一手活血，我操。这算大意吗？这个
神，再神，他还有女八木的一手秒，女八木没远灵。我操，有一式，好，连神两次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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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我操，一万四，完了！这把他居然给贴住了啊！他这把女人村肯定是在校地府呗。神，可以。来虚，我操，虚迷就靠你了啊！秒六百。地府的那这一把的话，神不灵你直接换归宿，地府也出归宿，十多孩子点自拉再出归宿，让他推拿去吧，没办法，咱们要从头再打啊。主要是咱们小组王挂医生那把也没中，你知道吧？这点是很伤很伤的。哎呀，他马上就要出地精了，我的天哪！十多下巴都准备好了象形了。是孩子点自拉出的归宿吗？嗯，好。好，他现在他化生他随时那啥呀，会被拴死吗？反正得拉。一千一。化生，你先喝酒，狂暴直接去拉拉化生。神木林的话，人直接象形啊！你施罗自拉，神木干嘛？神木林的话，直接水清施罗去吧。地府的童子呢？地府童子也拉化生，他没有眼，就水施罗吧。嗯，被拴死挺好。下一把就赌化成虚弥秒不死，没救。因为咱们前期的死亡是吧，不太给力，而且早知道我要知道他没人心的话是吧，我也不这么打。我基本上就是一回合点一个人，小死亡。他没出地厅，挺好的了。来，化生你慈航了啊！小死亡这把直接给我挂他对面的普陀山，两个血雨砸普陀，青鸟提林。师铎这边你可以再点自拉，狂暴点化生了。师铎的话，你起先那个战神宝典，如果没带，你就起先秦。行吧。他这把女人村没别的选择，只能换虚弥，换虚弥咱只能盘化生神。化生你给我神，或者吸收也行，我操，吸收也行。坑坑坑，真他妈坑，我靠，一把金刚加他妈多少个，十七八个啊。哎呀，你个讨厌的鬼呀、啊、这个时候你不给我神啊。施罗再点自拉，再象形，等会儿，再象形吧。然后化生这把人直接，哎，这把你不是象形操作，化生你赶紧出归宿啊！狂暴直接拉一下我队长，我再出一归宿。施罗，你这把是人给人自己吃一五龙也不飞。你宝施罗，你宝宝点自拉，人给自己人吃一五龙，狂暴拉我队长，化生再出一归宿啊！操，对面是不是不会玩？都他妈没怒还笑。现在就担心他给玩风沙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都没有那个回春吧？嗯，
如果都没有回春的话，就下一把化生力的判是神两手。你看这后手这边给我神有什么用？别再神了，对，待会儿连神一两手的话，可能性还是很大的，因为咱们这把化生并没有怎么神啊。嗯，好头疼，我操，狂暴你给我绿一个。啊。哎，舔一乌魂啊！没事没事没事，来这一把化生，你再自拉人和酒啊！赌你在这连神两次去吧，也没有伤药吧？我师铎再象形啊！象象象，我把啊狂暴也点一声拉，师铎自拉，化生你自拉，我这边也拉吧。主要是他花果山比我酷爱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要是再更高端的操作，我操，被带走了啊！被猪号的给带走了，这个不应该不是猪号的，是猪号的，绝对是猪号的，他这操作根本就是幼儿园操作，我就说不能大意啊。我操，问题是这回他把他三只须弥都给秒飞了，带着眼啊，加好几个笛子，一秒全是上万，出法连了，看来是。你看这是人秒的数据吗？哎，这跟耗牛逼没办法，没关系啊。你看这把咱死亡是吧，并不是那么的神准，不是。